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南向前行。刚刚我们在第一集的节目里面，其实跟我们台日友好交流协会我们的理事长郭正慧理事长聊了很多。其实这大概快十年的时间哦，我们协会协助我们的台南市政府，协助我们台南的民众跟日本之间建立了哪些的互动关系，让我们台南的民众其实有机会看到很多过去可能你就算出国你也不见得能够看得到的这些非常特别的展览。其实在这一集，我们会比较想要特地跟我们的理事长再继续来聊所谓关于教育交流的这个部分呢。那今天也是非常的开心，可以继续邀请到我们的郭正慧理事长。理事长是不是也是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呢？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社团法人台南市台日友好交流协会的理事长，我是郭正慧，很高兴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其实在第一集的时候，理事长有一直跟我们提到，他们会很希望从教育的部分去建立两方的孩子，能够多多有机会去看到别人的，然后去提升自己。教育我们都知道说它其实是百年大计，它非常的难，你有时候可能要做很多年，或许才会觉得说，哎，对这个孩子他的人生确实达到了哪一些的改变。不过我们如果现在不做，你可能之后你永远看不到这孩子的改变嘛。所以我们一直很努力的去做所谓教育之间的交流，去做沟通，以协会作为桥梁的这个角色。其实我们这几年来大概有从哪几个部分去着手呢？我其实在2013年接任之后，我在那之前我也一直，因为我就已经回来台南一段时间了，那我在那之前我就一直也在帮忙我们台南的学校，他们希望能够找一些日本的学校来做交流，我那时候我就已经有在帮忙了，因为我现在是台南市的第一届的议员吧。那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说，哎，其实这样的一个帮助对孩子们影响是蛮大的。如果他可以去到他心仪的学校，或者是跟他的属性是相似的，比如说，因为我现在选区是在新营嘛，那我就帮了新营高中，我们去找了小松高中。小松高中在石川县呢，它也是一个升学的学校。那我们就互相可以去了解说，哎，人家的孩子到底是受到什么样的升学的压力？哎，我们的孩子又是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升学的压力？因为两个都是所谓的升学的学校。那我也曾经帮忙过台南海事，然后就是职业学校。那我们帮他促成了跟宫城县的这个所谓的七仙藻高校。这两个学校都做什么的呢？他们都是研究海洋的。那这两个研究海洋的学校呢，他们就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可以来做交流，可以来做互动。那我也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让他们彼此可以认识到说，原来不一样的海洋环境。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其实是在西边的话是台湾海峡，那日本是七仙藻，它是在那个太平洋，那边有青潮跟黑潮，那他就会发现说，原来这两边的鱼种它的海洋的生态环境，包含它的沿岸、海岸都不一样，他做的研究也不一样。希望未来从事这样的一个职场的发展，他们也会对彼此有更多的一个认识跟了解。所以教育很重要。我也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可以来做台日的交流，我觉得教育是一个我蛮注重的一个重点。那也在2013年接任了之后，正式接任了之后呢，我更把这个教育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定调为我们协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那为什么这么做呢？其实孩子们如果能够在越小的时候他能够创造出多元的环境，让他可以去认识，让他可以有学习的机会，其实他的成长的状态就会不一样，因为他眼界开了。所以我觉得说这一个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机会呢，应该国际交流的机会应该要想办法让越多的孩子能够有机会去参与越好。国际交流在孩子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可以做的部分就非常的多，因为你不一定是在过去我们可能常看到就是音乐上的交流或者艺术上的交流，它可以做的部分大概有哪一些呢？我们其实像我刚刚讲到的，如果说以学校跟学校的交流，有的动作快一点的，甚至他直接就签了姐妹校，姐妹校就是固定要每年都要往
往来往返，所谓孩子们的交换这样。对，孩子们的交换，或者说孩子们的互相的往返。那再来就是说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所谓的运动的交流，运动的交流其实就是互相彼此会有这个运动的一个竞赛的一个，每年或者是每两年会有一次这样的一个交流。像我们跟平务室，我们就有中学生啊，国中生，那他们的国中生来我们这边来做所谓的运动赛事的一个切磋，那我们的孩子去他那边去做所谓的桌球的一个运动的切磋，那甚至也有国小的孩子像比如说像嘉南国小，在我们关田，在雾山头旁边，嘉南国小六甲他的那个这个校长呢，他也非常的有心，他也是我们协会的理事我们就推了什么呢？我们就推了艺术的交流啊，怎么做呢？两边的孩子其实都不能够说经济上面很有余裕而且也还小，国小其实你要他出国单飞爸爸妈妈也没有办法放心，所以呢我们就做了一个现在网络很方便嘛，视讯的艺术交流就是我们的孩子在这边画了画，然后大家互相分享，然后在视讯完之后呢，再彼此寄送，用邮件的方式寄送实体的画作到对方的那个学校去，然后去做一个艺术的一个交流。那另外像音乐的交流，其实更不在话说了，因为其实音乐我们讲音乐艺术无国界啊，因为它根本不需要语言，它有共同的旋律所以我最喜欢做的就是音乐的交流了，因为它很容易就能理解彼此的不同。刚刚其实理事长包含在第一集的时候跟我们聊了很多这几年来其实我们台日友好交流协会大概做的这些事情你就会发现哇，一讲出来的时候好多城市的名字有提到了京都，提到了仙台，提到了石川提到了平户市，很多很多，其实这些过去可能是我们的台南的民众不见得可以去接触到的，但我们为什么会希望说可以把这么多的城市都拉到我们台南来，跟台南的民众其实是可以去建立很多实质上的一些关系呢？我刚开始在日商工作的时候，大概20年前，我在读卖跟中石合资的一家公司，我是社长的秘书那我那时候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我觉得好像有在跟台湾做生意的日本人才知道台湾在哪里那你只要跨出了这个舒适圈，所谓认识我们台湾人的这些日本人这一点我称为舒适圈你就会发现他们都觉得台湾好像是中国的一部分可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子我对这件事一直很懊恼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把它厘清，而且甚至有的人他不知道台湾在哪里这个实在是一个更不用说台南在哪里 对没有错，我觉得其实这就好像是我们都在同温层嘛，台湾人台南人都在同温层，我们理所当然的认为人家一定知道我们，对，实际上不是的我们今天开始要把这样的一个观念做一个调整。 even 到现在我已经走过很多城市了， even 到我们已经在311在全日本我们台湾有了很大的知名度，对，还是有很多日本人不知道台湾甚至台南在哪里所以我为什么要去跟这么多的城市，这么多的区域发生互动的关系，做友好的交流，还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私心的想望我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交流的过程中，因为这些都是不一样的地区，由北到南，日本由北到南从北到北海道，南到冲绳我希望能够让他们透过我们这些不一样大大小小的互动跟活动他们可以知道台湾台南在哪里这是我一个很小很小的愿望那我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做法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理解台湾是多么的不同，台湾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它有它自己的一些它的风俗民情，它甚至它的美好台湾人非常的美好这个小小的愿望其实我们在讲，如果说你要透过城市跟城市之间去缔结姐妹市，或者是说有一些可能商业上的往来啦，一些政治上的往来，那其实我觉得最终你把它缩小范围来看，你都必须要先从教育着手。是，所以这几年来理事长您做了非常多在教育的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谈一下，除了说您带孩子去做所谓的学校之间的校际交流之外，还有哪一些呢？因为好像看说我们
特定在工程线的部分，其实我们投入了相当多的资源在那里呢。其实也刚好一个因缘机会哦。我在2013年底的时候，我被工程线的知识任命为他们的观光宣传大使哦。那为什么我会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委任哦？也是有一个起心动念，因为仙台跟台南哦，其实交流了非常的久。那工程跟仙台哦，仙台是工程里面的其中一个，它主要的一个重要的城市，就像我们以前的台南县里面有台南市，是一样的概念。那因为这样一层的关系，再加上我们都一样有七系，所以我其实一直以来对于工程线也好，仙台市也好，我都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感情。因为我跟你是台南人哦，我在昨天刚好是七牛妈生，对，然后我是家里的长女，我有做16岁，所以七系对我来讲很重要。可是台湾到现在，很多人看到七系，可能只想到就是情人节，对，情人节。可是其实不是，其实是乞巧的时候，是我的孩子长大了，我感谢神明，让我的孩子健康平安的长大到现在。到16岁，对。所以这也是教育哦，因为在日本，他们也是这样子，他们也有乞巧的这个动作，祈求巧就是手艺嘛，手巧。那仙台跟台南会结缘，也是因为七夕。那我也希望说，能够透过让我们的孩子能够也知道，原来在国外，在日本，他们也有跟我们有一样的文化跟背景。那同时呢，又在2011年的时候呢，发生了3.11的东北大地震哦，就是核灾。那个时候其实受伤最厉害的哦，除了福岛之外哦，往上走，所有东北的七县其实它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损害哦。最厉害的就是沿海太平洋沿岸，包含说有北青森，就是本州的最北哦，青森，再来就是岩手，然后再来就是宫城，接下来就是福岛。那宫城县因为有仙台，所以我也为了他们做了比较多的事情。因为本来我们台南市就跟仙台就是姐妹城市，已经缔约十几年了。那我们这几年做了些什么事情呢？我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可以有机会看到人家怎么样在受伤之后站起来，因为那是在别的地方学不到的。对，因为没有人愿意发生灾害嘛。但如果说今天发生灾害，你怎么样去看日本？其实我觉得日本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民族，就是他们不管伤得再重，他们还是有办法从中去学习一些教训，比如说地震怎么样去改变他们的建筑结构，让他们的房子可以去因应更大地震来的时候，让包含说他们可能一些所谓的农耕的方式，你在面对地震来临的时候，你怎么样去调整之后可能可以降损，这些部分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教育。对，所以我其实常常我在担任这个宫城县观光宣传大使的时候，我常常都会去，有机会的话因为我觉得这也是在给我的孩子们做教育人家怎么站起来，人家怎么样用利用可能那个土地，就是假设我们讲土地好了，有的农地它经过了海水的侵蚀，因为那个海啸tsunami 进来灌过之后，其实那个已经不再能够耕种了，它也不适合耕种，因为它靠在海边。那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就把它改建成水耕，他把它做成草莓园，现在产值也非常的大，一颗草莓手心这么大，卖到1000块日币，等于300块台币左右。那我们带孩子去看看人家怎么在没有资源的状态下，他可以走出他自己一条路，然后看他们的孩子。我其实前面我从2012年开始，我就每年一定都会到宫城县去，而且去好多趟，1到2次以上，有时候甚至3-4次一年去3-4次。我看着他们从，真的是惨不忍睹啦，我真的必须要这么讲我第一年去的时候，2012年去的时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们整个那个虽然已经经过了一年了，灾害发生已经一年了，但很多地方其实还没有，就是破碎的。然后我去到南山路丁这样的一个在沿岸的地方，沿海的地方他们是整个村子有本来有20000人，只剩下8000人。那这里面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找不到了。然后城市也因为这样子，他们本来大部分都靠着海岸边居住，那渔那个当从事渔业的工作的人也不少。那也因为这样子呢，他们为了防范下一次再有海啸
再来，或者是因为地震而发生其他的灾害，他们甚至是迁村，是整个大规模的迁村。然后第一年去看到这样子，整个都是荒野一片，然后经过了海啸地震的侵袭之后，它整个土地是破碎惨不忍睹的，我真的哭了。我第二年去我还是哭，我为什么哭，我觉得怎么会有人哦，如果是我们可能早就已经想说啊，不要了，这个地方就不要用了，闷啊啦，就搬一个地方。他们不是，他们还是愿意在自己的家乡。对，那你知道这个丁多，我常很佩服他们的，就是哦，一般来说如果人口流失了要再长回去很难，他们现在长回去了，哇，他们已经又到10000多人了哦，你看8000人，然后再到现在的10000多，这真的是我们应该需要透过很多的交流学习，去知道说到底人家是怎么样有这样子的韧性，可以快速的复原。因为你看，其实3.11发生到现在也没几年，但他们可以恢复的这么的好。如果说其实这事情是发生在其他的国家，不见得能够这样的一个复原程度。对，是。那南山路丁呢，就会变成是我们希望让孩子们可以知道跟当地的民众互动。那我们做什么？我们做生命的学习。我们让孩子们可以去跟这一些，我说难听一点，就叫受灾户啦。对，他们其实是重新站起来的人，有的人甚至也住了一段时间的组合屋，跟台湾一样。那等到自己的房子在靠着山那边的房子盖好之后，才搬过去，搬过去。然后同时他们也开始了他们所谓的民宿这样的一个事业哦。他怎么做呢？他就是欢迎世界各地的人到他们那边去体验。那我常都讲哦，他们现在唯一有开放孩子的，接受那个孩子去他们那边的，也只有两个地方，一个就是日本，一个台湾。台湾的孩子他们接受，我们的孩子去跟他们去做 homestay。那去到那边，他们就会去讲一些他们遇到的一些状况啊，然后他们怎么样重新站起来。我记得有一个家庭哦，他的女儿很伟大。他是南山路丁的一个一个公务人员哦。那他那时候为了要确保丁民都有听到广播确实疏散哦，他甚至死守最后一刻，所以当然他就走了。那每次我只要听到他的父母亲，他父母亲后来因为他的房子在海边，所以他们也冲掉在重建的啊，他是渔夫，所以他们还是从事他们原来的渔业的这样的一个事业工作。那他每一次只要讲起他的女儿，他说他为什么要做这个民宿，因为他希望能够透过他的女儿来告诉大家，其实你为了世界去付出，你为了社会付出，你为了别人付出，人家会看到，那人家会知道，那这就是我们最好的生命的教育。我也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去感谢，甚至能够去知道说啊，原来从悲伤里面站起来很痛苦，但是你可以让它转换成一种力量，那这种力量甚至还可以去影响别人，让世界更美好。我们大概这几年我们带了多少孩子过去工程呢？蛮多的，因为其实台工程的时候它的一个重点就是希望能够把台南的孩子多带一些过去到那个工程县去，可以去看，因为我们彼此又有友好的关系，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所谓的工程县也很用心哦，他们来是一对一的对学校去做拜访哦，然后去跟他们说明他们可以提供的协助是什么。那甚至他们还为了接待我们的孩子们，他们还成立了一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旅行的一个咨询的中心。所以其实您可以看一下哦，我们从2013年有大概200多名的孩子，到了15大概到2017、18，对，到这4年内哦，其实成长了非常的多。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成长哦？其实校长们他们也有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优点。因为别的地方他学不到生命教育，这是非常写实的一个例子，而且他可以从可能访谈的过程是去了解当地的民众在遇到这么巨大的一个灾害的时候，他们当下的感觉是什么。那可能过了2个月之后，过了半年，过了1年，甚至到过了3-4年之后，他们的感觉又是什么？是，没有错。而且其实我们的孩子哦，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跟他们的互动哦，也可以理解说哦，原来真的地震防范于未然啊。因为我们这几年除了做生命教育之外哦，
我们同时也做怎么样让他们看到日本人的防灾的机制。嗯，有的时候你会常常看我们的孩子在做所谓的防灾演练的时候都是很轻忽的，就是觉得公式化，美化型底外辛苦定，反正就是时间到了、啊、就做一做、啊、做完就没事了、对，可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应该要让他们有警戒心。这一次其实311大地震为什么会有那么严重的一个损害就是因为他们一直认为他们已经搭了很高的堤防了。他们是用智利大概40几年前智利发生地震然后影响到日本的一个大海啸的那个水准建起来的一个堤防结果哪知道这次的海啸更可怕。对，史无前例。那所以我们常在讲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啊，你都永远不知道你的这一次会不会是最后一次，会不会是最厉害的那一次。那三一会那么严重，十三会那么的惨重，甚至是一整个学校几乎都没了，孩子也都没了，原因就是轻忽了，他们不觉得会那么严重。所以我也是希望说我们的孩子能够在透过特别是高中生，因为他们已经要步入社会，但是18岁之前，成年20岁之前，一个很重要的，似懂非懂的学习的一个状态，观念的建立期。对，如果他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他人生一辈子其实他就会有一个好的一个方向。那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去多看、多学习。那同时呢，我们也透过我们这样子去认识或者去跟他们交流，我们其实也是在鼓励他们，让他们知道在世界上还是有你的盟友，台湾是你的好朋友，你可以得到帮忙，我们也愿意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给予你支持。我看到这个教育旅行的图表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其实这四年来这个孩子其实等于从一开始到后来最近的这一次它其实是翻倍的。对，而且我们的参与的学校数量是越来越多，大家可以看到原本只有这样一点点，到后来是整个这么多的学校，而且我们并不是说只有局限在台南的学校，是我们会希望说让这样子这么好的机会可以让台湾其他地方的孩子们也都有机会去参与。为什么理事长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这也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把台南当作是一个发起地，然后也希望能够让其他的地区的我们台湾的其他的学校的孩子们也有机会能够认识。那也借由这样的一个因缘你知道人跟人的互动我们讲搞鬼搞鬼嘛，就是我们越多人去同样的学校或者越多人去他们那边，他们就会拍谁，他们也要回馈回来嘛。所以我们这几年其实也有不少工程县的学生来到我们台南，我们刚刚有提到他们要3年后才能够有第一团。我刚刚在我们刚好私底下在聊的时候，因为日本的孩子他们是这样子，他们是高中生的第一年，你入学前入学之后学校就会告诉你你到时候的休学旅行你会去哪一个城市，他们叫竹叶旅行。对对，休学修行的修，然后学业的学，休学旅行你会到哪一个城市去或哪一个国家去那为什么要先讲呢？他要你开始存钱不是说让你开始去期待也有期待因为你要做功课。日本人是一个很爱做功课 的国家所以为什么我要让我们的孩子都去跟他们接触我们常常都是这个学年或者是上个学年公布下个学年我们要去哪一个地方做那个教育旅行。就像我儿子升6年级之后就会开始有毕业旅行，他现在就会说我们到时候要去哪里玩的，然后我就想好，那台湾的毕业旅行其实就是去玩而已嘛，好像比较少有这种所谓学习的是这种内容在里面。 是那日本不一样他们会要求孩子出发前要做功课那回来之后要做报告那这中间的钱你自己要想办法就是你要一笔一笔每一个月你设定起来。对，比如说到你2年级要升3年级的时候你要出国了，那这一笔钱你要怎么生出来，比如说可能是我随便举4万块钱台币好了，等于是日币大概我们随便举大概12万块钱左右。12万块钱如果是分成2年要来存到等于是一年要存个6万块不用那么多不用那么多对对对，因为
你两年后嘛，对，两年后才要去嘛，所以你一个月对，一年大概存6万，没有错啦，没有错，那每个月分批存一下，对对对，因为我们通常都会跟孩子讲说每一个月你要存多少，因为你一下子跟他说你要存6万，他就会觉得好像压力有点大。如果6万摊提下来的，其实差不多一个月大概存个5000，对对对，5000日币差不多，大概5000日币，而5000日币其实还 OK， 就等于我们台币1000多块钱左右，所以。其实这也是很有意思的，我也觉得说如果可以台湾的孩子也这样子来做的话，他就会更有效的来知道怎么样去支配自己的金钱，理财观念要建立，对，没有错，两年后你要去旅游哦，很抱歉爸爸妈妈不会那个时候拿钱给你，一次给你12万日币，你要自己从一年级开始每一个月存，我比如说我给你一个月10000块日币的一个零用钱好了，你就必须要省5000块下来，因为你两年后要跟同学出去玩，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透过交流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到的，也可以让我们的孩子们知道说啊，原来人家是这样子在做理财规划的啊，我们的孩子是不是还是要当伸手族呢？我们可不可以也让他们从一年级就开始知道他可能会去哪里，让他慢慢的开始存钱，存到那个时候就可以出发了。那所以我刚刚讲到，我们透过这些高博，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希望他们的孩子也可以过来嘛。我们的孩子那些没有办法出国去增广见闻的孩子，他也可以透过人家来拜访你，我们也可以认识到日本的一些文化跟传统，还有日本孩子的习性，甚至跟他们交朋友。所以呢，我们也透过这样的一个运作，就是两年后确实哦，我们从去年他们就来了第一团，这一团一来就来了180个人，一团180个人，那他们为了这一个团体要来哦，他们的老师从2年前就开始考察了，也就是说2018年要来，2016年就开始考察了，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哦。台湾跟日本的做事情，我们常会讲说，对，差蛮多的。我们就觉得说啊，那叫啰嗦，日本人怎么这么的啰嗦？我们大概不会规划一个2年后的事情。对对，但是我一直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值得学习的地方，因为你事前准备做的越多，你就比较不会发生过程中的遗憾。那个遗憾有时候是小遗憾，有的时候是大遗憾，我们不晓得。所以事前多做一些准备，多做一些演练，其实你可以得到更好的结果。这也是我们需要教育孩子的。我们的孩子到工程的时候，其实他可以看的所谓生命教育的部分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这大概180几个孩子来到我们台南的时候，我们大概是安排哪些行程给他们呢？我们一定会有安排一天的一个学校的交流，学校的交流那一定是免不了的，让他入班，然后甚至跟我们的社团一起来做互动。跟他们在安排我们的孩子过去是一样的。那有的时候呢，隔天我们还会做一些城市探索的陪伴，我们的孩子陪着他们的孩子，那当然一定都是利用6日啦，利用6日，影响对，不能影响孩子的一个课程，对，就是利用6日，然后让他们可以去做互相的陪伴。那其实这个陪伴是非常重要的动作，因为当他们变成是一个小团体的时候，他们互相就开始种下友谊的种子了。免不了一定要认识台南嘛，互相的陪伴完之后呢，一定也会有一些观光，那再来就是对台湾的整体的认识，所以他们也会安排一些台湾重要的景点，比如说像故宫，故宫一定是必去的一个重要的景点。那像我们台湾的话呢，有的到南部来，他还会去走走，比如说我们邻近的嘉义的阿里山，或者是到台南一定会去的，日本人一定会去的，就是八田雨衣的乌山头水库，因为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的人物，所以这些都是他们一定会去探访、探寻的一些场域。然后当然学习是休学旅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双方面的交流，你从小就开始让孩子有那样子的想法跟观念在的时候，原则上他长大了不会差太多。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协会这几年做了非常努力，投入很多的资源在教育学习交流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它其实是可以让未来，它可能短期之内不见得可以看得出成果，但是我相信继续做下去，你在十几年后你一定会去感受到，我们当初这样子做其实确实是对的。所以讲到台日交流，我们能够做的也非常的多，他们在努力，目标要继续做下去的其实也还有很多。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我们第三集的时候要继续跟我们的理事长好好的来聊
一聊层面上可能又不一样，所谓姐妹式的缔结这个部分。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理事长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也要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台南向前行，我们先说一声再会了。